年过刷刷的来就要来迎接着元宵节，今年是兔年，不少机关团体拢会来发送小提灯，和民众家己回厝内 DIY， 趁着学生休假，不少的爸爸妈妈是带着小宝贝家己动手做，体验传统的元宵文化。过年春节一过，马上就要过元宵，真侪机关团体拢会发放兔年小提灯，和民众会当家己 DIY。今年较早过年，所以真侪家长开始休假上班，就咧烦恼要安怎安排囡仔寒假生活。DIY 小提灯意外成为上好的美术教材。大家拢来做迄个灯笼安尼啦吼，我手提这是家父的，这简单的，这简单的适合阮这款年纪来个，啊，这小朋友吼。做起来也蛮复杂的吼，爱做半点钟才做一些，但是伊做啊足欢喜的吼，至少吼在寒假这小朋友，大家这样安静下来吼，做认真的做灯笼吼，啊做完的是八大家具的老板吼，冇要给伊们红包，只要你有讲吉祥话，啊他就会送给他们红包吼，啊大家都玩得很开心。乖乖暖亲密表示，新年家村拜访好朋友的时阵，本来是要跟大家分享广富今年准备的兔年提灯。意外却成为囡仔动手做美术作品的材料，但个过程并不简单，用了不少时间，也让大人会当好好自会开讲。现在小朋友都三 C 产品的小朋友，那我们这次议员好提议，带一些小朋友过来做一不一样的我们的灯笼活动，啊，小朋友也很踊跃，做得非常的认真，这样子很有意义的活动。生日快乐哦！元宵节快乐！来来来，出来运转，好，元宵节快乐！哇，你看，大家排队逛着果店，逛个上街，八大家具行业者比哥表示，即卖过年气氛是愈来愈薄，尤其是元宵已经无了较早迄种吵吵闹闹的感觉。今年多好，囡仔拢过来放寒假，特别准备一挂小礼品、小红包，要让囡仔感受到较早过元宵节的传统活动。阿公，元宵节快乐！彰化好地方。彰化好地方，哇！每年都来。你从哪里来？从埔里来。我从埔里来。哇！好。中华新闻也很有，何必彩虹报道？